我在哪儿啊？你在我床上啊？你不是说你想写床戏的吗？那你的手在干嘛？哦，我看你衣服掉了，想把你拉好。陆总还真是暖啊！卷儿，嗯，多吃一点啊！啊，谢谢妈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言也是，不知节制。回头我说说他啊。陆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好的，陆总啊，您放心，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，再见。社长。说好让我先选的，我就喜欢这个霸总的暖婚新妻。要不，你把作者换掉吧。璇璇啊，那霸总的暖婚新妻这个项目今天已经上线了，那现在肯定没法换了。他之前一部言情小说都没有写过，我上一部小说可是女频榜的第一名呢，你凭什么让他写啊？那不也是人家陆总的意思吗？啊，你这样吧，其他选题你随便挑。哦，那或者你想写什么都行，那我给你最好的资源推广。你别闹小脾气了，你影响创作。社长，社长，那个，我一。虽然暧昧，但可这什么都没发生啊！这可是我们不是设定刚认识不久吗？哎呀，现在年轻人的节奏快得很，你一定要牢牢地吸引住他们啊！你就多写一点，年轻人谈恋爱的桥段啊，对吧？啊，恋爱你总谈过吧？啊，什么这个拥抱啊，啊，接吻呢、啊？那你总得来点实打实的激情四射的片段，是吧？
要甜，要腻，那绝对不能拖到第三章。要来真的呀？那当然了，后天更新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就对了，就后天了啊。Hi Siri。Hello。你谈过恋爱吗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不过我确实曾经对一款云端应用很有好感。那是一款什么应用啊？这是个人隐私。那你能帮我搜集一些恋爱的资料吗？以下是我找到的内容。我竟然一个都没有做过，真棒！看来杜社长还挺吃这一套的。不过，他怎么还肯帮我？喂，喂，姐，你新小说的反响不错啊，后面想的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又没灵感了。你等着，我带你找灵感去。baby， 我小姨妈家又着火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我们下次再约啊！啊，来来来。啊，只有病急乱投医了。以后找灵感这种事儿就交给我了，我可是经验十足，保证甜死你，宠死你。让你的灵感爆炸，你信不信？得了吧你！我写的是甜宠文，和你的种马文可是不一样的。哎呦，万变不离其宗嘛，走心也得走走肾嘛。